各位文憑試的考生，你們好。在忙碌準備文憑試的過程裏面，在這裡都跟大家提供另外一些升學的選擇。其中一個好的選擇就是內地升讀大學，因為近年內地的高等教育發展得相當快的，去內地升讀大學對大家將來的個人事業發展其實亦有相當大的好處。內地升學其實主要是一個免試錄取計劃和三個考試。免試錄取計劃就可以通過這個計劃報考內地75所知名的院校，報名非常簡單，網上報名，然後考評局就會將大家的文憑試成績在文憑試放榜之後送給內地的招生院校，根據成績進行錄取。另外還有三個考試，一個叫港澳台聯招試，這個考試就可以報考內地270間知名的大學，基本上內地所有的大學都 cover 曬㗎啦。就係三月份報名，就五月底考試。暨南大學、華僑大學嘅聯合招生考試就為大家提供一個直接途徑，報考呢兩間最多港生入讀的大學。就係三月份報名同埋五月中考試嘅。中山大學就係華南最好嘅大學。佢哋自設一個招生考試，就係六月七號係考試嘅，就係四月份報名。呢三個考試咧，咁係為呢個文憑試嘅考生係提供另類嘅升學嘅選擇，因為你文憑試考唔到三三二二咧，其實都可以通過考試咧係考入內地嘅知名大學嘅。